老板，主持人，我刚才被抓起的感觉啊，我又看到马斯克了，好像现在看到的他已经同那个已经同那个火星就没关系了啊，这是未来了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未来啊，未来啊，未来他应该忘了这个事了啊，不是忘了这个事，应该吓死了。吓死了啊！吓死了啊！长相还同这一次差不多啊，但是呢，已经同那个，已经同那个，火星，要移民殖民火星已经没关系了啊，已经没关系了啊！这个现在是，吓死了啊！好，那知道了啊！好，再见啊！啊，再见啊！再见，嗯。